跟东西。你学会太好了，他骂了太好了，上面还练的啊。昨天有看到。10点半到，十点半，他有打电话给我，他10点半以前到。哦，那你们确定不是要一起？对啊，到点你用就是这样。那何教授可不可以当15块吗？小易，哎呦，太气了！来，一个交给你。知道我拿什么吗？快，要30块钱。喂。见了我就。各位今天中央的同学，我的好朋友，大家我们今天一起来喊个口号，好不好？好。学术自由没保障。学术自由没保障。校园人权受打压。校园人权受打压。支持何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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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老师无罪。何老师无罪。我们谢谢中央的学生 Carlos。 Carlos 你要不要过来这里啊？来来来，是他想带大家念几个支持何老师的口号。支持何老师。支持何老师。我要受教权。我要受教权。支持何老师。支持何老师。我要受教权。我要受教权。还我研究空间。还我研究空间。我要学术自由。我要学术自由。还我研究空间。还我研究空间。我要学术自由。我要学术自由。性权及人权。性权及人权。性学及学术。性权及学术。性权及人权。性权及人权。性学及学术。性学及学术。还我何老师。还我何老师。保我受教权。保我受教权。我知道今天来了很多一个行动具哦，然后还带了很多这个要支持何老师的领下，好不好？行动具是不是要麦克风？我们这是由中央的学生演的行动剧哦，他们行动剧的主题叫做不准看不准听不准说，我们请他们开始。同学们，动物链在这个社会中，或者是在希腊神话或者中国古典小说里，都是十分常见的。对，长汉兵不准听
动物链在这个社会中是存在的。废人，散播猥亵，不准看。对于性少数，我们不是要歧视，而是要认识。对人，妨碍风化，不准说。我拒绝无知，我拒绝仇视，我拒绝封闭。我们要学术自由，我们要教育开明，我们要受教权。那媒体有掌握到他们表达的内容吗？来，我们学生回，学好了。同学们，动物链在希腊神话或是中国古典小说中都是十分常见的。对人，长按心灵，不准听。动物链在这个社会中是存在的。对人，散播猥亵，不准看。我们对于性少数不是要歧视，而是要认识。对人，妨碍风化，不准说。拒绝无知，我拒绝仇视，我拒绝封闭。我们要学术自由，我们要教育开明，我要受教权。在来的路上，我们本来有那个联署书要交给何老师的，不过他现在还没到。我们有的四个来了吗？没有，联署书在这边，我知道，我们要等何老师来的时候给他。就在这里能够带大家一起念，我先念一次，你们听听看，应该蛮可爱的。何春蕊呀，你最棒，仗义直言好榜样，法律之前不必怕，学术研究该保障。我念一句，你们念一句可以吗？谢谢大家，我们所有的老师跟学生，我们要不来一起？何春蕊还没到，没关系，我们来念给大家听哦，证明一下我们在摄影场合也会押韵。何春蕊呀，你最棒！何春蕊呀，你最棒！仗义直言好榜样！仗义直言好榜样！法律之前不必怕！法律之前不必怕！学术研究该保障！学术研究该保障！大家会了吗？我们一起从头到尾念。对对。说一下，我想那个亚里士多德曾经讲过，什么叫大学？大学就是让学生肆无忌惮的吸收知识的地方。那如果大学是一个让学生肆无忌惮的吸收知识的地方，那大学是不是应该让大学的老师肆无忌惮的研究知识的地方？所以呢，以道德的恐慌来压迫学术的论述，来压迫学术的研究的空间，我觉得是不可被原谅的。谢谢。我们谢老师啊，其实何春蕊很想过来了，我们赶快讲完。嗯，简单讲一下，我们这个是中央的学生代表来。我是中央大学英文系的学生，今天代表所有参加游行、参与联署的中央英文系以及其他系的同学在这边发言。何老师不管在研究上、在教学上，还是在评鉴上，都是我们英文系数一数二的老师，他甚至是我们中央大学最优秀的老师之一。何老师示范的是求知和做学问的理性态度，而我们学生要学习的正是这种积极和理性的求知精神。但是这一次的起诉事件却让学术研究污名化，打击老师的专业形象，甚至迫使校方做出划清界限的举动。身为中央大学学生的我们实在看不过去，因为我们接触的
正是何老师平日言行的第一线，我们最了解何老师理性的思维和开阔的心胸，我们也最了解何老师教学的认真和研究的用心。但是长久以来，学生的声音一直不被社会和有关单位所重视与聆听，长久以来，学生的意见甚至被认为是不成熟的和需要被保护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不仅要声援何老师捍卫学术自由的理性空间，我们更要向那些一心一意把我们当成儿童看待的保守团体说，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味的保护，而是理性面对社会现实的能力。因为打压何老师的学术研究，就是剥夺我们学生求知的权利。谢谢。何老师马上出现。大家好啊，其实我也是何老师的学生啊。研究所的时候，老师在我的那个 committee 里面，他是对我这个写作的时候是最有用的一个教授。那我今天那个代表这个女性学学会，还有这个妇女新知基金会，想要来这边声援这个何老师。我们认为说，今天在性别研究呢，开始在台湾的学术领域里面开始发展的同时，何秋蕊教授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人物。我们觉得在这个时候呢，不应该让何秋蕊老师受到司法的这个干涉。所以我们有三点这个呼吁啊。第一个声明是，对于关于人兽交或边缘情欲的议题呢，我们也许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可是我们觉得呢，既然它是一个公共性的议题，我们就应该要有学术跟公开的讨论，而不是用司法的方式对个人提起公诉，或者直接定义成妨碍公话。第二点，我们担心这个公诉罪如果成立，不但这个被告人要被抓走，而且呢，关于未来的公共言论，言论中各种边缘性的性别言论跟议题呢，都可以沿用这个案例，来让司法任意的介入言论的自由，提升台湾好不容易建立的公共言论空间。第三点，我们也了解到说，宗教还有家长等等这个团体呢，保护儿童跟青少年的用心，但是当今的这个网络跟色情如此的泛滥，那么我们与其防堵跟保护，不如面对问题。那我们希望这样子的争议呢，现在能够公开的被社会讨论，而不是用司法的途径做个案式的解决。那我就先列到这里。我们谢谢女学会的代表，真的很不容易哦，打破沉默。我们现在啊，各位看到更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来自于台湾以及国际各地的声援名单厚厚长长的。那我们今天现场有很多在台湾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师，只是夏老师，你不要当摄影机的，你应该过来，别人会帮你拍。我们要不要请大家过来啊？所有在学校里教书的老师，从南到北，其实今天有能够翘课的，也不是翘课，请假的都来到现场。我们有高雄的老师，有台北的老师，中央老师在这里。我们想把这一份直接交给何春蕊老师。我们站在何老师的后面，好吗？来来来，站在他后面，小何，金老师，加油，加油！何老师，我们支持你。谢谢。把灯打开，这个是不得了。哇！来，这学生可能还不够的。后面还有国际的，后面到了这边帮忙好吗？哇，这个亲戚上门都很巧啊！低一点。关系没有关系，慢慢来。谁帮我拿这边？我在场子。哇，在场子。哎，碎碎，你人在。这个我们从去年四月到六月开始，一直到现在，这是来自各地的联署名单。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学者以及各大学的性学研究的专家，包括组织哦。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工作。那我们也在这里把这个东西支持交给何老师哦。然后我们那个七言绝句，我们再来第一次，让何老师听一下。大家如果还记得，跟我一起念。你一句一句念。何春蕊呀，你最棒！何春蕊呀，你最棒！正义直言好榜样。正义直言好榜样，法律之前不必怕，法律之前不必怕。
教育一定会非常的了不起，台湾真的很有希望。我们谢谢大家，我们最后请何主任讲，很简单的一两句话，因为他兴趣接受审讯了，最好少讲话的。漂亮。大家好，我特别要谢谢在我后面的各位朋友，还有我平常非常熟悉的小朋友们，谢谢大家在这个时候站出来，指出来在台湾目前言论紧缩、言论被检查的这个情况已经到了一个没有办法忍受的地步。在这里的话，我觉得今天不是只是针对我个人的一个案子，而是针对知识的流通。学术的研究是不是还能够有一个自主的理性的空间，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够对刑法针对色情和猥亵这样一个已经过时的概念能够重新的开始思考，在现代的社会条件、社会文化之下，我们要怎么样来重新认识性的图像、性的文化呈现。那我们在这里的话，希望今天是一个非常理性平和的机会，能够让大家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这次特别的感谢各地的跟我一起做这方面研究的同事们、朋友们对我的支持，也在这个时候特别感到很欣慰，就是女性主义者终于又站在一起，能够谈这个话题了。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老师和学生可以平等的来思考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希望这一次的法律的案件能够成为历史上的另外一个转捩点。过去女性主义者、先进的知识人士，因为他们传播跟性相关的概念、讨论跟性相关的议题，而被所谓的妨害风化啊、散播色情起诉。我并不是第一个人，在西方、在东方都有很多人比较理性的思考性问题的人都被起诉过。但是每一次的案件也都使得这个社会的性的空间稍微再扩大一些，使得我们理性讨论的空间再扩大一些。我们希望今天这个 case， 今天这个案子也能够成为台湾思考性这个问题能够理性的看待，而不是性恐慌的这个扑杀，像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希望今天能够有一个理性的空间。特别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谢谢。我想跟大家说明一点，过去大家可能在媒体上会听到一些声音说何老师很孤单，没有人支持他，没有学生支持他，没有学界的老师支持他。我们今天要证明这一点，这绝对不是真的。我们这么多支持的声音来自国内外啊，这绝对是真实的一个状况。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有这个除了中央的学生呢，我们不要以为只有何老师亲自教的学生，中央学生是这么支持何老师。我们有一个外校学生的代表，全上的性别文化研究社的学生呢，我们请他说说他对何老师的看法。何老师就在旁边吧。大家好，我是全上性别文化研究社的学生，在此我要代表他校，就是非中央的学生性别团体来支持声援何老师。以我个人经验，在国高中的时候，也就是说国高中的时候，也就是被保守团体认为应该要被保护的那一群，那个时候的我们因为自己的自我认同，或者是因为学校一些正常的一些性观念然后所困惑，我们不懂，然后我们也不了解，我们疑惑。可是因为何春蕊老师的著作让我们重新的自我认同，让我们重新的成长，让我们可以很骄傲的展示自己与他人的不同。到了大学之后，我们都加入了学校的性别团体。何老师的著作一直与其他不孕观点可以互相的回应实践以及互相辩证，对我们来说可以开启很多不同的思考空间。所以基于这样的理由，何春老师因为人社交的网站连结事件遭到起诉，我们认为这是非常不对的，而且我们认为何老师的学术研究是有目共睹的，不应该这个时候被打压。何老师的学术研究对于我本身自我成长还有自我的认同有非常非常重要意义，对于我们社团其他人也一样。所以在此，我们玄奘性别化研究社以及其他的性别团体都要站出来支持何老师。
我们谢谢吴慧茹啊，她只是代表所有没有被何老师直接教到的学生的一个声音啊。那我们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学生代表，也是工人民主协会联结杂志社的朱维丽，她要来说几句对何老师的话，请女士过来。各位在场的性别运动的前辈们、伙伴们，大家好。这个其实我不能算是学生代表，我是工人民主协会的代表。工人民主协会是一个工人团体。今天为什么工人团体要站出来支持我们的何老师？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何老师绝对不只是在这个性别运动里面的斗士啊，他在整个社会运动领域里面，包括我们工人运动里面，他也都是走在最前面的，给我们工人运动最大的支持。而今天工人运动、工人的劳工朋友们会愿意站出来支持何老师，只有一个原因，因为现在我们的司法即将要对何老师的学术研究的行为起诉哦，可能要进行审判。这样子的处境，对于性别运动这样子的处境跟打压的可能，其实我们的劳工朋友们是非常能够感同身受的，因为劳工朋友在自己的运动经验里面，其实早就对于我们国家的法律、对于我们社会的道德提出过最严厉的质疑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资本家们其实是最没有道德的，他们可以自己恶意的官场，他们可以不要投资，跑到大陆去投资，让我们台湾的工人生活不下去。可是我们台湾的社会从来没有严厉谴责过他们，我们的司法也从来没有严厉的制裁过他们。但是对于一个在运动界、在我们工人运动、性别运动里面最坚强、最勇敢的斗士，如今却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打压他。所以在这边，我呼吁所有的劳工朋友们一起出来支持我们何春蕊教授，他是非常非常难得一位勇敢的性别斗士。同时，今天看到这么多他的学生来支持他，我比较遗憾的是，中央大学的校长、中央大学校方居然没有站出来捍卫他这位优秀的员工啊！这位优秀的员工帮他做了多少的学术研究，让中央大学有这样子的研究成果，可是中央大学校长没有站出来捍卫他的员工。所以我们劳工团体也要呼吁中央大学的校长、中央大学校方，绝对不可以因为这样的事情而刁难，甚至想要解除我们何春蕊教授的教职，否则所有的劳工朋友、所有的劳工团体绝对会出来为了捍卫何春蕊的工作权跟劳动尊严战斗到底。谢谢大家。跟学生了，不过因为这是一个司法的案件，我们还是尊重司法。我们要请我们这位何老师进入法院，明天里面来通知他，他要准备进去庭讯。不过这个庭讯因为其实是可以公开的，所以各位学生代表和老师，如果想进去的话，如果空间允许的话，大家协调一下可以进去听。那我们在这边，我想问一下，又来了这么多老师、社团、学生，有没有人最后一定要跟何老师讲几句话，让他给他加油的，来。我们最后一个致辞了。我是女工团结生产线。那我想我跟何老师的渊源，因为十年前的一个游行，我站在何老师旁边，我很不经意地讲了一句话，我说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那个时候我只是一个学生，很简单的一个想法，但是后来我们的何老师把它一路发扬光大。所以我想我的启蒙，虽然我不是何老师的学生，但是我的启蒙是从他的间接的各种的讯息，让我有一些观念跟想法。所以我想今天站在司法的前面，不要忘了我们这些性别人权的斗士在这里为社会带来的启发作用。我要说一句，何老师我爱你。大家都知道这个何春蕊的罪名在台湾是从这个我要性高潮这句话开始，那个始作俑者就是那一位当年的学生赖香伶啊，现在也是公运的斗士。我想这个性别研究对台湾的声誉有很大的启发性。那我们今天为何老师做最后的加油，我们再念一次，我们写得很棒，一定要再念一次，跟我念来。何春蕊呀你最棒，何春蕊呀你最棒，仗义直言好榜样，仗义直言好榜样，法律之前不必怕，法律之前不必怕，学术研究该保障，学术研
看好了，拜拜，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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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哎，你也来了，谢谢。需要身份证对不对？对，还有船票哈。来这边拍吧。前面的大哥，这边的位置，老师借过一下。有。身份证。大家，我一定会捍卫学术研究的自由，研究的空间。谢谢。